加好。哦，好，然后下去。是鱼吗？有鱼被看到，我觉得他们在偷懒，我要去看一下他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在那边看，你们有做事吗？有，我们捞了两次了。哎，我想说，不是你们撞我，我在那边拉机器，你们在那边看师傅拉网子。我们在想，我们想问你有没有在做事？对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就是黑藓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黑藓的鱼温。但我们不是要用手哦，有更快速的方法，就是用采收的机器。哦，那台是不是？没错没错，我们今天要来体验。哦，所以现在抓黑藓都是用这个机器。对。可它要怎么弄啊？这机器看起来前面一个人，那后面就是两个人，因为后面要把收成好的黑藓装到这个篮子里。然后我们等一下，我们专业的抓格师傅会带着我们一起。抓格师傅听起来好像很会打嗝哎，抓格师傅。你现在是我们的船舵，所以现在就是我在控制方向。对对对对，哇，现在机器很方便，你还可以准备午餐在那边吃哎。我有一个那个小笼包店的这样子，一个台子在前面，然后边吃饭然后边喝饮料这样，我就只要走这样，还边消耗热量。前面走太快，前面走太快，前面走太快了，我们才走太快了，阿正你们走太快了，跟上，运动，加油。然后就是像师傅他们都会用脚去感受这个土地，老经验，老经验。那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那么闲？因为就是要慢慢走嘛，走之后才会有黑藓在网子里。他们最后再一起把网子套到桶子里。好多，好多个，真的是黑的哎！哎，师傅，你要给他们握，他们看起来很闲哎。我是选错位置了。两个手插进，两个手，哦 ，OK， 慢慢变重了，拉起来，拉起来，好重啊！哇，这里好多，超重的，我要拉起来了，其实它很多，对，哎，石头，有砖头，难怪那么重。问你，抓的这个吗？好，哦，好，然后下去，又是这个。是鱼吗？有鱼被看到，对，有了有了有了，真的有了，好，哇哇哇！哎哇！我觉得他们在偷懒，我要去看一下他们。哎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刚在那边看，你们有做事吗？有，我们捞了两次哎。我想说，不是你们撞我，我在那边拉机器，你们在那边看师傅拉网子。我们在想，我们想问你有没有在做事？对，有啊，他说很危险。我有发现这个机器的 bug， 我们要找身高相当的步伐才会一样。哦，对，要配合好，要配合好，要配合好。所以他是这样子拉网子，对对，就抓着，就这样抓着，蛮重的，拉起来。要从前面抓，对。先拉过来一点。可以帮我把它推过来一个接力赛的感觉吗？推过来。很多哎，很多很多很多。其实你踩的话也是，我在最前面，因为都还没有被收到的，所以踩的话你可以感受到很多力量的。赶快赶快，我们要跟上。怎么了吗？我在演艺圈比你们多打滚十几年，我可以轻松一点吧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这个菜逼吧！给我倒，我倒！哇哦哦哦！加油！加油！啊啊啊！怎么样？好酷！他就很像我们这样子。可以，你们去下面，我来下面。好好好。
在这边要干嘛？什么意思？仙女开花吗？捡起来。为什么？这是坏掉了？没有，它真的坏掉了。你看，所以它死了。真的。可是为什么一转就这样死掉了？嗯，阿姨的眼睛超厉害，所以是用看的。对，用看的。对。啊，我刚刚看到有一个白色的。对，白色的就是这个。一定不行。对，虽然是看颜色。我来吗？你可以的。你打滚这么多年，你的眼睛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我可是做过近视雷射的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视力超好，很厉害。等等，如果没有选好，如果是哪一家雷射？不行。啊，我知道这个对不对？所以它其实转主要是看颜色就对了，把它分散开来。那我来，给我，我要转到旁边，先洗一下，塞一下。我看到这个转也要有那个姿势的，哎，它有转开，对，它散开，可以转过来。哎，不行，你要干干的吧？弧度不够大。你要跟像炒菜一样，像炒菜一样。OK， 好一点，它有散开来吧？有散开，这边就有。啊，试看吗？试看，试看。我告诉你，你看一下哦。没有，你就当跳舞，应该有一些。哎，有天分，效果还不错哎。你好像会转哦。哎，但我看不到。你有散开，他们这些都很棒。哎，它真的很有哎，有哎，有哎，可以。一个姿势，不用哇！你看，我都说炒菜，翻面对不对？翻面，还要翻面。我要试一个翻面的，来哦，要接哦。哇，好可怕哦！等一下，不要动。要怎么样？滴滴的。哎，我会，什么感觉啊？最好是不简单吧？为什么他都没办法飞起来？这就是我们今天挑战，谁可以挑战成功，今天就才可以吃到黑点。我要吃，感觉一下。你看有没有飞起来啊？这一格力可能壳已经被摔坏了。有，刚刚有。太晕了，不要再摔了。好酷哦！再换一批。你要试一下吗？好。哦，哎，是不是不简单？哎，你要挑啊！上瘾有没有？哎，你上瘾大上瘾！哎，我知道了，我比较会翻，你就转。我们是一连串，然后你挑。OK， 来，你坐快一点。一条龙，我们一条龙。我觉得我们分工的还不错哎。OK。我跟你讲，做了这么久，我们一笼都还不到。我们效率很慢，我们效率其实好像有点慢。三个人还那么慢。那姐，你在这边，你通常一天要做几笼这个啊？大概多少？一百多篮，至少。那如果姐罢工，你们就跳不到蛤蜊，就跳不到蚬哎。今天八天请八个人，一百笼，生意很好。这个季节是证实的吗？端午之后就会更热，那它就会瘦一点点。那端午前就是很肥美的时候。跟我们一样啊，就夏天就会瘦，然后冬天就变胖，天气冷就变胖。